呢條片咧嗰個出處咧，或者咩時候拍嘅咧，我就完全唔知嘅。咁係咪可能係幾年前或者依家都唔定？咁我就唔係話攞呢件事作為一個即係我只係 for example 咯嚇，即係我哋點題嘅作用。不過呢啲古仔係聽過好多嘅，喺大陸咧你係話個規例俾你攞幾多，但係實質上你埋到去銀行嘅時候咧。很多時候美金緊絕的時候你根本是拿不到的，即是他會諸多阻攔，不停阻攔你 去 拿錢出來。你來取這個錢，那您說有沒有硬性規定非要帶是帶綠卡呀，還是帶飛機票呀，還是帶簽證啊，這事您說有沒有硬性規定，那肯定根據客戶每個人的這個需求和實際的情況然後來看，就沒有 說非得說您就必須帶綠卡或者就得帶飛機票，不是你说半天不就是没有吗？我就可以来，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要规定呢？好吧，不说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现在目的是我来，没有换到10分钟换到美金。不是您不想取钱吗？我们是想帮您取钱。您今天取的钱，明天您要取，实际要用途的话，您为啥他们要让您现在就是您说的？那我再问你，就是说明天我来拿身份证，可以换20000美元，还是10000美元，还是5000美元？就是回答我，简单点，不解释。根据一个外汇的展业原则，一个反恐融资那个有反洗钱的这些要求。你就简单点回答我这个问题，还是明白？明天我来可以换多少美金？你告诉我好吗？先让咱们坐着，能帮您。你回答我30秒的问题，你非得要绕半天。你是本科毕业还是小学毕业？就是我们是想帮您解决问题。不解那个过程，你没有解决，我就问你，我明天来能换多少美金？你告诉我。我不希望就是您。就是很不高兴了，离开这儿，咱们也是。我现在很开心啊，你有结果了，我待了40分钟比你刁难了。其实即系我睇到呢条片之后咧，就即系其实顺便讲下啦吓，呢件事其实我以前都即系一直会反复提住吓，咁亦都系重要嘅事，就系啦嗱，人民币咧最近嘅近期嘅 M2 系几多咧？就系、是。用美金計價的話是26萬億，咁可能你就咁聽嘅，即係冇概念啦，你唔知係多定少啊，係咪？咁就係攞嚟比較就最好噶啦。咁用咩比較咧？譬如你聽嗰啲出面坊間啊，嗰啲牛頭角順數咧，都會識得同你講話，喂，美國啊，啲印幾多錢啊，量化寬鬆啊，印到錢就唔值錢啊，印到成街都係美金啊。咁嗱，你所以就用美國比就好啦，係咪？咁美國啦，佢個 M2 咧係14萬億，14嗱一個就26，一個14，即係話咧你冇聽錯嘅，其實人民幣咧比美金仲要多嘅嚇，但係你要記住，大陸個經濟體只不過係人哋嘅60%嘅啫喎，即係你個經濟體細人一大截，差唔多一半又係。但係你個人民幣印多咗人哋一倍，多咗一倍喺個市面度，咁所以咧，所有國際化嘅嘢咧都係虛談嚟嘅啫。因為一旦你呢只人民幣自由兑換咧，就係、是、反而係真係死棋啦！真係，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啲人自由進出，你試下。即係所以咧，呢啲坊間上嗰啲理論咧話人民幣將會國際化，真係㗎。冇其他用心，只不過係想呃你。共產黨搞咁多嘢都係想呃你，佢唔係真係佢自己唔會蠢到覺得自己隻嘢真係可以國際化，唔會蠢到覺得自己隻嘢真係可以自由流通。一自由流通，佢嗰個貨量係多過美國同埋歐盟加埋嘅總數。你一出嚟，你試下，你試下一旦解放咗佢啊！根本就係冇任何國際性嘅基礎，我重複反覆強調，共產黨只係一心呃你，因為佢冇理由唔知嘅，係咪呢啲嘢係佢一定唔會唔明啊？亦都你唔好再奢望，即係唔好再有一種無謂嘅信念，就係覺得會唔會有啲唔同咧？有冇啲即係呢啲因為真係唔同嘅。我係10幾年每日吸收2-3個鐘頭嘅知識。出嚟嘅嘢咧，同埋加上我係由20出頭就做生意，乜嘢古惑嘢，乜嘢衰嘢我都見過曬，咁所以係冇任何嘅可能性嚇。你只要你係懶化到咁，就算你而家話收水又好，乜都係你冇得救噶啦，已經係嚇。你只可以夾硬閘住封住，燒得頂得幾耐得幾耐。你想話
所以咧，我即係話誒，依家咧其實就已經都唔使再咩爭執噶啦嚇，已經行出嚟噶啦，已經係到盡頭嘅時候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再想on top 加埋咧，就係即係我諗，其實我之前亦都咁講，不過可能唔夠清晰，就係話港紙啦嚇，港元咧亦都係其實咧嗰、那個 situation 都係非常嚴峻嘅。咁如果譬如你而家樓股真係大卸啊爆破啊，其實反而係最好嘅出路，即係跌個六七成嘅話咧，反而咧香港可能仲有得救。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話咧，就最大鑊嗰項啦。嗱呢樣嘢咧，我又未到話一定，不過咧就係越嚟越似啦，就係因為咧呢、這個嗱、香港咧。呢近年你啱不停喺度犯啲埋啲法國際嘅死罪，即係例如幫北韓啦、幫伊朗啦、偷運啦、各樣 money laundering 啦、各樣洗黑錢嘅中心俾人斷正捉到啦，嚇！即係俾人斷正捉到，咁你又而家又話搞大灣區，又話乜，又話再盡量淡化嗰一粒，即係越嚟越係同大陸接軌啦。咁加上我種種嘅嘢咧，真係其實係啊，仲有就係小米啦嚇，唔使講噶啦，小米係一個好誇張嘅其實。小米衰咩咧？其實就係都唔使講啦。嗱，如果你諗下喺個國際環境，你試下 Samsung 咁樣抄蘋果啊，只係有時個掣啊用圓形啊，人哋已經可以告得你啦。即係圓形、方形，即係人哋嗰、那個嗰啲咁嘅保護嗰個設計係非常嚴格嘅、嚴謹嘅。咁你個小米根本完全冇可能喺國際市場生存嘅，完全過唔到關。咁你話匿埋喺大陸，我有你，但係你而家大搖大擺走落香港上市，仲要搞到林鄭月娥所有官員出嚟力撐，即係成何體統咧？你簡直係一個國際犯罪中心啦，已經變咗，唔係國際金融中心，乜嘢衰嘢做盡曬㗎啦！你要記住啊，香港係由資助恐怖分子。鼓勵山寨，支持山寨，推廣山寨，所有衰嘢做齊。嗱，美國唔出聲，唔係佢好多報告內部報告，而家點名批評咗呢啲嘢㗎啦嚇。咁你一而再而三啊，侵犯人權嗰樣嗰啲唔好講添啊。咁總之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夠料 charge 㗎啦。就係只要下一張牌，如果呢個美國真係話制裁埋你香港咧，咁就會出現啦。你嗰個港紙咧就即係到時咧，我預期就會出現類似啲咁嘅情況啦。即係其實咧，你可能係用 money laundering 或者係各種呢、這個反恐嘅藉口，都唔係藉口嘅。其實人哋係有理嘅，咁樣嚟封鎖你個 account 嘅啦，因為咧我亦都聽到唔少故仔係咁噶，係喺香港發生嘅，就係啲人賣咗層樓，有五六百萬港紙揸住喺手度，但係銀行已經即刻凍結佢 account， 就係用 money laundering 嘅一個理由去凍結佢，咁係阻住唔俾佢走。咁我又唔係話依個一定呢樣嘢，我未到一定 sure 一定發生。不過我只係話咧個局勢已經非常似噶啦嚇，就 even 呢樣嘢唔發生咧，就可能反而係話你話如果淨係樓股大冧嘅跌個七成嘅，咁係或者係仲好啲都唔定，係最好嘅出路咯。調翻轉咁講。